是非常精彩。那今天我们也是有邀请到一个特别分享嘉宾哈 ，John Chen， 所以好的 ，Mary 开始。好，大家早上好，新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对不起，一年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的计划要在春天的思考安排，为全年的准备打好基础，好的开始。就是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动力，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在此预先祝福各位新的一年万象更新，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和气生财，福慧增长。我是李玛丽，来自新加坡，很高兴在大家与大家在空中互相的学习分享与见证这太赫兹健康水由的功能与功用。在此要感谢 REJ 新青春科技公司去年引进这高科技产品，也感谢安琪介绍，安琪团队还有 Lilia 代理公司，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的用心的培训讲课与见证分享，也借此这机会这个因缘接触 这台水由的功效，见证它帮助他人的需要还有种种的好处，时刻不忘初心，常常开心，祝福他人也获得健康，并且用你的爱心耐心去体会，慢慢的去感受他对我们的身体的好转的反应过程。而这过程当中，因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如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疼痛啊、口干啊、爱睡等等，会延迟一天几天或几个礼拜，因人而异。只要你对他有所诚信、尊敬以感恩的心态，会帮助到他人的改善、修饰与修复身体的问题。当然，这水不是药，但它是最佳良药，来帮助他人成就自己，建立良好的彼此的沟通的桥梁的关系，发出这正能量，让你拥有快乐的健康人生与额外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在这非常严峻的时期，试问有谁不想要有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免疫的抗体能力呢？再加上这非常困难的时期，各行各业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反而这生意蒸蒸日上，给人们共创一条商机的出路。感恩公司，之前我也是不太相信有这么好的养生水，一般上自己会用烹调的方式摄取天然食材、五谷杂粮，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还有靠一些运动来养生与保健了、例如每星期早上会参与邻里的一些轻快步走啊，或者是去年那时还没有疫情时期，还有去一些跑步，或者是参加一些瑜伽，跳一些健康舞等等来保健。就是缺少这么棒的这个养生水。去年的三月尾，安琪风雨不改，坚持骑着脚踏车前来公司送水，非常的卖力。然后他每天送 1.5 公升的水请我喝。一个月后，我也发觉自己的脚足疼痛与膝盖疼痛也消失了。之前头发掉落许多也明显改善了，还有一些最后就是喝出那感觉来了，看到它的效果了，就是喜欢公司凭这水文化的布施，过后就买了一台，一个星期后也发现家中的这个过滤芯从白色变黄色，可看出水质的一些问题啊。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这台水也免费了。感谢公司采用共享经济的行销模式，好让每个人都有免费拥有这台水由，爱任每一人，折服千万家。好了，分享完毕，现在我们热烈欢迎安琪上场。好的，谢谢 Mary 的介绍哈。那 Mary 呢，她是我之前的同事哈。那其实我之前呢都是在一个跨国公司半导体工作。那我本身出生在那个槟城大三角啦，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公民哈、在2000年就毕业于电子学士学位。那我也是一直都有
一直在进修，那2007年拿了一个 MBA 的文凭，那20年呢我都是在这个半导体跨国公司科技部门担任这个高级工程师，所以是去年疫情非常的严重，那很多公司都所谓的倒闭还是都会受到影响，那他们都是停止聘请，反而是还会找一些理由逼员工自己离职，那就不需要赔偿了。那当然我也是会受到影响哦。那很庆幸的就是哦，就是遇到的这个太赫兹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还有这么棒的一个公司平台，所以待会呢我也是会跟大家分析为什么我会全力以赴的在这个太赫兹这个事业里，那就是这个太赫兹事业呢怎么样能让我们全方位的成功哈。所以你看我这张图片就是我参加了一个台湾老师的一个全方位成功讲师班，都是一直在进修不断的提升学习，有潜意识方面情商财商全方位成功。那全方位成功呢有几样很多人都其实都不晓得，以为一直都追求这个财富而忽略了健康，忽略了家庭幸福啊，甚至不用说什么回馈社会，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大家忽略的哈。所以这里他有提到就是说健康事业家庭幸福财富回馈社会都可以并行进行的，可以一起进行的哈，不需要说赚到很多钱才来回馈社会。那回馈社会我们有多方面的可以做到，就是在这太赫兹的事业里呢，我们可以送水送健康送爱心送财富行善积德哈，那财富也是跟着随之而来。那冠状病毒公司倒闭你有什么对策呢？你本身有什么对策呢？很多人都就在那边等等是没有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反而是你的财富会越来越少，你在等的当儿，你在担心的当儿，这个免疫力就会降低，那受到冠状病毒的侵犯就会更加机会更加高啊。那我们与其坐在那边等死或是等什么，不如找一些机会找一些事情来做，可能搞出一个春天，对不对？那要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呢？因为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机会，那你就要真的是要坐下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事业才真正的适合，可以达到全方位的成功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一样，太赫兹水于事业如何让你达到全方位成功。那全方位成功这个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自己写你可以写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自我对话像昨天我们早上有很多数的人可以说都是很negative 的我不能啦，我不行啦，对吗？从来没有对自己也没有爱自己，都是为孩子啦，为这个家庭而忙，做家务，整个人都是黄脸婆。那这方面呢，时间的配合真的是也是要自己学习，这个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那事业方面你看很多人太忙于事业而忽略了其他种种的，尤其是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你可以怎么做呢？这边有一些指标每天运动多少小时，你要活到几岁，你的健康标准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可以作为参考。那你一点设立目标凡事现在在年头大家都有一个目标嘛，一个梦想。那你在今年你要怎么样有一个突破，自我突破一天把一年的计划再说成一个月的计划，再说成一个星期的。那设定了目标过后就有一些行动不要单单设了就不看。
那你的目标设了过后，也要经常监督监视，看你有没有走偏。那走偏的时候呢，要去寻找对的人来问。哦，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健康、事业、财富、梦想，啊，幸福家庭、回馈社会、个人成长。哦，个人成长我今天加上去，因为在这个太赫兹的平台里，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给自己一个突破。就好像 Mary 啊，就好像我自己之前呢，在讲话的时候都会心跳一百，哦，老师在问的时候轮到我讲都是心跳一百，很紧张。哦，那渐渐的我们去上课去学习，那要突破自己，要敢讲，哦，敢说出来，那就会久而久之就是顺其自然了，讲得很顺了，对吗？啊，那目前每个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哈，啊，当你不学习的时候停顿在那里，其实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社会、科技还一直在进步啊，你停留在那边就是等于你每天在退步一巴仙啊。对，所以我们都是有要找一个每天进步一巴仙的理念哈。好，那生命的六大元素呢有哪些？哦，我已经改掉了，变六大元素，不再是三大元素，哦，那食物当然每个人都要吃东西，和空气、水，哦，这三个原本是最基本的。过后呢我们其实发现，哦，情绪、睡眠还有运动都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当我们伤心的时候，自己观察啊，自己观察啊，其实你的心跳是很加速的。为什么有些心脏病的人他在受刺激的时候就倒下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人生气的时候，他的这个血管、他心脏就是在加速，哦，那也是会产生一些毒素或者是一些什么荷尔蒙啊，这个都是不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会有听过吗？当你生气的时候会有细胞会死掉很多，对吗？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其实情绪尤其是在忧郁的时候呢，你在伤心的时候根本睡眠就肯定受到影响，肯定睡不着嘛，你的思想一直在那边转，就是不愿意休息下来。当你不够睡眠的时候，你肯定第二天就会很热气，热气你这个热气没有把它降下来的话，接下来它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哦，热气就喉咙痛啦，什么等等哈。那我们的水呢？这太赫兹水怎么样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效果呢？所以，当我们热气的水啊，或者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医生都是叫你多喝水、多休息，对吗？哦，那运动就是早上的太阳，去那个游乐场走走，去公园走走，早上的空气特别清新。啊，因为这个植物是发出这个呼出这个氧气给我们，所以早上是非常好哈，哦。不要在晚上跑步哦，这其实在慢性的自我自杀哦。为什么？因为植物呢，它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嘛，在阳光的底下，这个叫 photosynthesis 哦。有读书都有读到了这一点。那在晚上的时候呢，它刚好相反，没有太阳了嘛，所以它是吸氧气放出二氧化碳。然后在晚上这个时候呢，汽车一整天都已经是放出了很多这个什么 carbon monoxid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毒气。那你想象一下，一整天累积的这些空气是多么的污染，那你在跑步的时候呢，是大量的吸进去这些毒气。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哦，都是不听啊。那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还看来得及吗？哈，有些事已经来不及了。那水呢？其实你喝到好的水，其实它可以很有效的帮你排啊，排掉这个洗出来那些毒气，洗掉那个热气。哦，但是呢，当你喝到一些污染的水，受到污染的水。就好像
前阵子新加坡就有说这个水有板蓝的味道，其实就是有一些化学物在里面，或者是有新闻提到说，哎，这个矿泉水有某个牌子的里面有细菌啊。当你喝到这些污染的有细菌的水，那你会怎么样？就会生病。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哦。那至于食物方面，对很多人知道说这些快餐油炸的都是不好的，对身体不好，但是呢他们很喜欢吃啊，往往都是吃你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才会造成什么祸从口入啊，什么病症啊都是因为吃而来的哈啊。但是有很多人说没有办法，家里没有煮，就是吃外面，吃外面也是有的选择哈，可以选择少盐少糖，或者是啊比较清淡的，或者多蔬菜自己可以选哦，这是看自己啊，一切都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下，你的思想啊，你觉得不能就不能，你觉得你能你就能啊，你给自己是什么称号你就会成为那个人哦。这个就是自我对话的，这是我们学习到的这个什么啊潜意识的这一块啊。好，那空气其实也是会，只是说我们对空气的控制就比较没办法控制太多哦。好像我在城市跟一个乡村，它的空气真的是相对的它大有差别啊。在新加坡虽然就这是一个城市地区，所以多多少少这个空气的这个污染能造成我们的皮肤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当我回去马来西亚大三角，它是一个钢板哦，这些问题自己会消除哦，因为它的那边的空气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着重在这个水哦，然后其他方面都要全部一起配合，才会达到你真正的那个效果，那个效果就很快哦。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喝了很多啊，但是没有看到什么，这样你就要回去看一下你的情绪、你的睡眠、运动、食物有做得够吗？对不对？好啊，做到平衡吗？哦，好。那其实我们身体呢 70% 都是水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血液是最多的，然后骨骼也是要喝到水。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见证哦，说啊什么关节问题的都有改善哦。那从这本书哦，水是最好的药，是由一个巴特曼美国医学博士亚历山大哈，他就写了这本书。真的真的很多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缺水哈。其实之前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summary 哈，喝水其实能治腰痛、心绞痛、颈椎痛、过敏症、忧郁症哦。万万没有想到这喝水也能治忧郁症哦。其实你在哭的时候，好像我的孩子他在哭的时候，我就叫他先让他喝水，喝温水，他就把那个哭就给他断掉了啊。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技巧，在教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继续叫他不要哭不要哭是没有用的哈，因为他越想越哭哈。所以这一共也是一个对话，要讲一些正面的啊，就先给他喝水，那他就会沉下来，那才能慢慢问出来什么原因哦。那我们不要以茶代水啊，这是不对的观念。很多人以为说喝中国茶一整天用茶来代水是很好，茶是有很高的抗氧化，但是它也有这些脱水因子哦，所以会造成你的细胞更加缺水哦。那我们每天早上呢，每天呢喝6-8杯水，这是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你要杯多少？大概2-3厘米哦。我们现代人，但是有些人很会喝水的哦，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照你平时喝多少哦，才慢慢增加。因为当你喝到太赫兹水的时候呢，你所喝的它都被吸收啊，所以有些人。我看多数的人都喝很少水，尤其是老人家，所以才导致他的皮肤很干哦，才
细胞才会退化，器官全部都退化，老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喝很少水，再加上他喝的水，这种普通水是团状的，几粒粘在一起，根本进不去你的细胞，所以才造成这个脱水的问题哈。所以他们通常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才来喝水哈，那已经是非常的缺水了，这个讯号是已经是非常缺水了，你口渴才喝不对的哈。我们经常就是就时不时就喝一下哈，润润喉啊。那早上呢喝一大杯温水，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一整个晚上都是没有喝到水嘛，在睡觉，所以嘴巴是很干的。那你有发现呢？你一早上起来有眼屎啦，有鼻子啦，那个都是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细胞是在修复啊。晚上十一点到一点是排毒时期，所以睡觉就是最好在十一点之前啦。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一个比较睡眠我们就充足到啊，然后再加喝水哈。很多心脏病啊中风的事都是发生在凌晨，因为血浓稠再加上一整晚没有喝到水，所以他就是又没有立刻去喝水，所以导致他的血就走到一半就停了哈，或者是无法顺很顺的流到每个地方大脑。那睡前饭前洗澡之前都要喝一杯水。好，这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来润润喉一下，要润一下喉，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很干，所以要多少要先润一下喉啊，润喉。那洗澡为什么要喝水？因为很多人有些他是洗热水澡、哦、所以你的那个血管突然膨胀还是收缩啊，这个就会造成有些有心脏病的人会比较关键啊，普通人就还好。因为我的姐夫是突然心脏爆发，在洗澡的时候结果爆发了，没人懂，就光溜溜的死掉了、哦、所以真的是很要预防啦啊，之前不懂的就不懂，现在懂了就要预防好自己哦啊，就跟其他人分享。那我们真正饮水习惯呢，其实可以摆脱这些细胞的缺水症哦，那些长期头痛啊便秘啊其实都是因为细胞缺水。那便秘呢两天大一次还好，不要超过三天哦啊。我先把大家 mute 一下。OK， 暂时不让大家打开哈，讲完了才会打开你们哈。那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水啊，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啊。不要以为说你煮了这个水就很安全，没有哦，煮水。是从以前的观念留下来的，为什么？是要杀菌。很多就观念说100度可以杀掉多数的细菌，对，但是有一些细菌大肠杆菌是在100度都杀不死的哈、啊、然后过后人们才设计出这个 UV 的这个消毒器哈 啊为什么会懂？因为怀孕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消毒那个奶瓶哦，那么市场上就会有一个那个 UV sterilization 那个箱子，全部放进去消毒就可以拿来用哦。那我们这 tap water 哈、啊，就是我们的自来水，其实很多水垢啊，那个输送管道哈、啊，因为污渍越建越多，根本很难说一个地区每次去跟你换水管哈、啊，那东西久了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污垢哈、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生锈我们不知道哈。然后细菌啊，那重金属漂白粉那个 chlorine， 那政府放 chlorine 主要是为了要杀菌啊，但是太过多的反而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喝水，有些人很敏感的，一喝就感觉到，哎，它这个 chlorine 很强，哦，但是有些人没有感觉的，就一直喝下去哦。那久而久之呢，会怎么样呢？它会累积在你的身体，那就会怎么样呢？那所谓的生食啊，变成食，或者是其他的癌症就会发生哈。那你看这边，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呢，其实是很多污染，我们的海水啊，哦，很多都是有致癌的有机物。因为什么？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很多科学家都研发出一些什么牛肉不需要杀牛的牛肉啊，都是用一些化学造成的假牛肉啊，所谓的假牛肉哦啊，看你敢吃吗？就是因为什么，有些就怕什么鸡就有什么禽流感，好，带有细菌，就怕那个牛就疯牛症，对吗？所以到处都是不安全啊。那水呢，怎么起到这个效应呢？如果你喝到好的水哈，单分子的，它可以进到你的身体，把这些毒素都排掉，哦，都排掉，然后反而把这些好的营养都会带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哈。好，所以所谓的水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就刚才说的哈，在我们的皮肤骨骼22%哈，所以为什么有些老人家到了几十七八十岁都很重要，不可以跌倒哦，因为他的骨就好像很脆了，所以一跌倒就骨折，哦，骨折就麻烦了。所以骨头我们要怎样去预防骨折呢？啊，除了钙质哈，除了那个钙质，其实钙质跟维他命 D 是相互相称的。维他命 D 怎么来的呢？就是太阳光哈，太阳，早上的太阳。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要早上去运动，而去伸伸懒腰也好，就是不需要做到很激烈的跑步啊，就是在这个公园那边很多青草的啊，你就吸进新鲜的空气。啊，因为什么？有没有听过什么天地精华？就是宇宙，你吸取那个这个精华能量，早上是特别好哈，不一样的哈。你深呼吸，然后呼出来。那骨骼呢？就是我们要预防的，还没有骨脆之前，就要先预防把它养好。就是这些calcium 钙质，还有那个维他命 D， 还有水哈，水也是很重要的哈。好，那喝到好的水，它可以被骨骼吸收，也就是这个太赫兹水哈。那人呢，在衰老的过程中呢，啊，你看，那小孩子 baby 都很嫩嫩的哈，皮肤都很嫩嫩的，那老了过后就皮肤皱皱哈。其实就是细胞在老化了，已经在脱水的情况下了，啊，那细胞越缺水的情况下就越来越衰老，啊，那到最后皮包骨，啊，皮包骨，所以就是很脆弱的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啦。那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经常就要先补水，先做好预防的工作，啊，那老人家呢，现在还来得及，来得及，还可以喝上好的水来补充一下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哈。那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两位诺贝尔科学家哦，发现了这个细胞是怎么喝水的，就2003年呢，他们就发现了细胞是有一个蛋白通道哈，这个通道其实就非常的小，大概2纳米左右哈，啊，那过后呢才会有另外一个科学家来研究，发现的怎样去把水分团打到很小，哦，你可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它的水是怎么样进去的，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进去的，哦，那多数如果我们的水团太大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去，所以可能就是一小部分进到而已，多数的都是停留在细胞外。那停留在细胞外呢，就会变成一个负担，好像那些肾脏病的人就不可以喝太多水，对吗？普通的水他是喝不可以喝太多，只能500ml。 那因为什么？因为普通的水都是水团，它会留在细胞外，没办法进去，
所以变成一个负担，变成一个毒素，而造成那个肾无法去克服这个问题，因为肾本身已经出现问题，没有办法跟它排毒，跟它那个删掉这些，所以他们就要特别小心。但是当他们喝到这个太赫兹水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哦，反而可以增加到1公升或者是2公升。为什么？因为这个水可以进到它细胞里面哦，可以进到细胞里面，就能给我们细胞充满能量，因为细胞喝到水了就有这个能量哦，然后其他的器官也是跟着很就是正常的运作了啊。所以有些反馈，就是有些见证他自己出来说啊，他们喝了太赫兹水，他有这个反应，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可以帮到一个人，因为医学方面他都没办法的，他就只能叫你这样限制。但是他你这样子限制的话呢，你的肾，你的其他的器官根本是不够，没有喝到水，所以会造成别的器官出现问题哦。当一个器官出现问题过后，你又限量它这个喝水的情况下，别的器官会跟着出现问题，所以到最后才病入膏肓哦。所以有时候医生讲的话你要自己分析啊，自己分析，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他什么反应是有智慧的，他会有反应出来给你知道啊，要做什么啊，自己感觉啊，不是说人家讲就听啊，好像我们讲了你听你去做，做了你自己感觉对不对啊，自己判断。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页。那缺水的情况下呢，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因为水我们是需要拿来运输这些营养，它排泄这个垃圾和毒素嘛。哦，那如果说那个普通的水它分子这么大力，它就很难的有效的把你的毒素跟它排出来。好，那会造成什么？我们的血管粘血液粘稠，所以过后呢就造成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就所谓的高胆固醇，这些糖尿病哦，那个脱发，还有便秘哦。便秘很明显的就是跟你的饮食那喝水的少哦，或者是你喝到的水它是分子太大的啊，那个腰酸背痛、头晕、肥胖、情绪失控、失眠、健忘，这些都是因为缺水，细胞缺水啊。哦，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的哈。那这个太赫兹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太赫兹是一个 frequency， 是一个 frequency， 就是一个波动频率，它是一个单位 hertz 啊 ，hertz，terahertz 是 10^12， 你看10^12，所以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一个电磁波。哦，所以我们看不见的，肉眼是看不见，但确实是有存在的哈。就好像我们到处现在都 WiFi 嘛，那个 WiFi 我们也是看不见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就是有嘛。电话为什么不需要接电线都可以上网？就是因为 WiFi 哈。那其实，在2004年呢，美国啊，还有这个2005年中国都已经把这个太赫兹科技呢认定是一个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哦。那个中国呢特别的注重，他把它当成一个重点策略目标之首之首。你看他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太赫兹的研发，你看他全国之力深度研发，而美国是讲之一，所以看有些国家看他注重在哪一个，他就比较或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去研发哈。那其实在太赫兹呢已经广泛用在医学、航空还有
现在呢就是这个饮用水啊。啊，然后这一位呢有刘胜刚，他是太赫兹之父，其实也是研究了很多年哈，很多年，所以就是前人种树，我们后人就乘凉哈。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影片哈，什么是电磁波啊？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电磁波，甚至我们人类本身也会散发不同的电磁波。你肯定听人说过类似的话，咱俩磁场不合，买个仙人掌吸收电脑辐射等等。这里面提到的磁场和辐射就是电磁波产生的。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是，电磁波其实有很多种，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红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以外，还有一个近几年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的电磁波，它就是太赫兹，也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刚才小片中啊提到这个太赫兹技术是改变未来的十大科技之一，那我相信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会给太赫兹技术一个这么高的评价呢？太赫兹又是什么？朱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首先呢，太赫兹呢是一种电磁波，它是位于微波和红外波之间的这样一个电磁波段，被誉为是人类电磁波谱学上最后的处女地。为什么会给它这么高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它的三个特性。第一个呢，它能和我们一般的有机物，比如说碳、氢、氧、氮组成的 DNA 发生了大分子集团的共振，这个共振的频率呢正好落在太赫兹波段。换而言之呢，用太赫兹能很轻易的检测出这些有机物的大分子集团，知道有机物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它的穿透力呢非常好，能穿透包括我身上的西装啊等等这些衣物。第三个呢，它对人体没有伤害。所以基于这三个优点呢，人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应用，所以呢认为它是改变世界未来的十大技术之一。那么朱教授，它和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红外线、紫外线、微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紫外它是有穿透性，但它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比如说烧在皮肤上容易致癌，所以它被认为是杀菌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再比如说微波，它呢穿透性太好了，但成像精度呢又不够，而且呢不能和大分子集团发生共振，所以呢它被认为是通讯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所以呢太赫兹呢它在生物、安防、军事等领域呢有着其他波段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OK， 好了哈。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好的，好的。那什么是健康好水呢？啊，就是说，当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的细胞就很快速的吸收，然后增加这个新陈代谢，啊，那增加我们细胞的活力，然后就称之好水哦。那如何？生成出这个好水，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那美国科学家就发现了一种人体细胞振动频率一致的光线，太赫兹波啊，所以是光能量的一种啊，所以它是说可以跟我们人体细胞产生谐振，而激活我们的细胞，叫生命之波。哇，这个好像很深奥哈，因为光能量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你能感觉的是怎么样？就是你在喝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感觉啊，自己去体会了哈。啊，就这个是科学家的研发生命之波。所以我们的水哈，其实都一直在演变啊。好，就以前就是井水，井水，然后过后就来自来水。所以井水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喝井水的，所以我可以。可以跟大家可以体会到它的差别。我都是一个一个都有经过哈。那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人也是要跟着进步哈，而不要一直停留在井水，也不可能啊，就政府就把那个井给盖了，就是要叫你要装自来水。好，那自来水过后呢，有保障吗？没有，因为我们的空气一直在污染。汽车越来越多，那过后呢，人们就在 office 通常都会用桶装水。那桶装水如果你放在那边太过久的话，会不会滋生细菌呢？是会的哈。
一盆水，你太久很少人的话，如果经常很多人去喝，很快一直换是 OK。但是如果那桶水一整个月都在那边喝不完，你想一下，会不会有细菌哦？因为已经打开了嘛，啊，那接下来就净化水，我们就在家里通常都会装这个过滤器，所谓的过滤器哈，有些人的家还装到两三个哈，所以这个是跟地区的，啊，跟地区。那有些西方国家、欧洲，他们都喝什么？直接买一瓶的矿泉水，家里的跟就不去喝了。哦，但是他们的煮饭还是会用他家的自来水，啊，没有装这个净化器，所以很多人呢还这里脑袋还没有进步到这边，那我们呢就很快已经来到了功能水，好，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啊哈，今天我们大家在场的各位就是有这个缘分来这里才发现到，其实哇已经来到了功能水啊。啊，很多人还停留在净化器，哦，还一直在这个过滤器那边，啊，其实还有更好的，哦，有更好的，所以随着科技的发达一直会有一个更新啊，所以目前呢这个太赫兹呢是唯一是最好的这个科技的啊。那我们很多人，哦，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后，那个亚健康的，什么是亚健康呢？亚健康它就在不上不下，就是高血压啊，高血压就是亚健康，就是你不去照顾的话，它就会研发成什么中风，就比较危急的这些疾病。那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它就会回去那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还来得及，还有得救哈啊，也不要绝望啊，但也不可以轻视这个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些，高血糖这些不能轻视，因为你忽略啊，它只是给你一个 signal， 你还不去管照顾的话，它就会严重到真的癌症啊、中风啊，就比较麻烦了，啊，比较麻烦了哈。所以我们那还没有这些疾病的吗？我们是可以预防哈，预防。有没有发现到中风的年龄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有的哈，好像在台湾有已经小孩子已经有染上这个糖尿病了。为什么？都是从饮食方面的这个生活习惯，经常喝泡泡茶，以泡泡茶来当水喝，这样子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在教育大家啊，要一个对的饮食方法啊，那要喝什么白开水，然后要喝什么太赫兹水，健康的哈，已经过滤好的，在杀菌下照三分钟，把它的水团切成小粒啊，一粒一粒的。那这个水仪呢，它是水仪啊，它不是过滤器，它完全没有碰到你的水，它由一个电磁波，就是太赫兹波，从这边下面的有一个洞口、哦，里面是芯片 IC chip， 然后你插电过后，哦，从这里插电，它的电量很小而已，就是用 power bank 都可以，哦，随身携带，所以它射发出来的电磁波你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不同，哦，有照过三分钟的水跟没有照过的，你可以两杯来做示范哦，做试验哦，啊，你给有些人很敏感的，对水很敏感的，哦，我是喝得出来有差别。那你再加一杯是自来水，没有过滤的，也是有差别哦，因为没有过滤的，它的 chlorine 是很强的那个味道哦，啊，那有过滤过后啊，它至少把那些chlorine 你 filter 掉，那你才来再照三分钟来杀菌，哦，这个步骤啊不能省，不要以为嫌麻烦直接喝那个自来水啊。所谓的我听到有些人叫诶，那些当兵的都是直接喝自来水，对啊，他还年轻嘛，哦，他的身体还在操作可以吗？但是如果你每次这样子喝累积的话，到老了就知道了哈，
啊，因为我们的细胞在退化了，你没有给它能量，反而一直给它垃圾啊，它就会怎么样啊？有些就年纪轻轻就中风，或者是猝死啊啊！尤其是日本啊，日本很多哦，很工作狂，就是压力的情况下就这样子坐在那边死掉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关系到这个情绪，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疏解这个压力，或者是排掉它里面身体的毒素啊。那这个呢 0.96 太赫兹哦，它有做到这个活化的效用啊，它有专利的技术的哈，它把这些船状的状态把它切到很小，然后细胞就很快的吸收，然后增加我们的细胞活力的能量。好，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它的瘤会缩小呢？就是因为我们细胞已经有能量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些洗出来啊，洗掉，到最后没有了啊，已经冲出来了哈，那可以降低血粘度，排掉垃圾毒素啊，身体的垃圾毒素一定要排出来，累积在身体久了就会变成什么？好像我们的家里啊，也是要大扫除哈，新年到了哈，要大扫除，一直买新的东西，买呀，旧的没有丢啊，不要的就要丢掉。哦，就不好的就丢掉，就要洗掉哈，洗干净哈。好，那有五大特点哦，这个水哈，照了三分钟过后的水是五大特点。它低粘度，怎么说？因为我们普通水你自己可以去做试验哈，一杯水啊，你放几天，它的杯旁边会黏黏哈，就是表示它真的是黏在一起的。现在呢，照了过后啊，你再做一杯，你放几天？我们甚至放了两个月都还有效，为什么？因为要去做慈善嘛，所以这个水的好它又可以收，可以放几个月它还都有效，就可以做慈善哈。啊，那当然你家里有的话你就喝新鲜的。那还有抗辐射，这个是新科技啊，新的科技。因为为什么要抗辐射？我们 5G 电话是出来的对吗？ iPhone 12都是 5G 的，华为 5G 的， 5G 其实就是它的通讯啊，所以你在下载你的video 你的电影的时候，它就很快，那个速度很快但是呢它也是有很高的辐射哦，所以才有科学家在研发另外一个来对抗，就来抗辐射的。那我们怎么做呢？就装在小瓶子，你就可以经常喷你的眼睛啊，喷你的脸啊，喷头发，那同时也是喝把那些什么 free radical 自由基给它洗出来，淡化出来哈，从尿液那边冲掉哈。所以刚开始喝的人哈，就会经常上厕所，为什么？可能之前的喝的水它的团太大，没办法真有效的洗，所以他开始做这个清洗的工作哈，先清洗。然后才过后才给你的细胞进补能量哈、哦。那抗氧化啊，这个有些过滤器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很好了啊。那我们的也是保留，所以现在哦啊，那最这个基直列型水啊，就是单分子，这个也是最新的科技。目前呢，有些人他讲它是小分子，其实他们是四五粒水连在一起。而我们的是直接是单分子 single molecule 啊，就是一粒一粒这样排队进去哦啊，所以就更加的有效的把全部的好的东西全部进到我们的细胞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啊，因为这个、公司呢，它是跟深圳大学啊一起研发的啦，这个太赫兹水银。那你可以看它的 2 nanometer， 你看到吗？就是因为有科学家研发说，哎，这个细胞通道是 2 nanometer 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太赫兹，有想到这一点，要把这个水呢打到2纳米左右哈，所以你的细胞才会有效的进入。那我们的这个怎么去衡量呢？啊，早上我有看到一个人讲说，我们要怎么去量呢？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平民百姓没有，这里找不到了哈，
所以公司呢，它有自己 有一些仪器可以测查，它跟深圳大学他们有合作，他们有就是可以测量到它的这个尺寸啊，哈，是有办法，但是我们这里没有。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通过你的舌头啊，你的舌头，因为舌头我们有不同的味蕾嘛，所以苦的味蕾是在后面，前面就是酸甜啊，酸甜辣。所以你当你把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的保健品粉状的钙片呢，你溶在太赫兹水，它会比较好喝。怎么说？或者是你把柠檬啊，柠檬测试应该很多人都有试过，或者是你把那个茶黑咖啡啊，昨天晚上周定大哥说野水，其实什么饮料你拿来照了过后，它都变到很小的分子，你喝的时候你会有差别的啊，就是说比较好喝。啤酒红酒我都有试过照了，比较好喝。好啊，我们就我那时候就给一个完全没有看到我们在做的，那就给他喝两杯，问他哪一杯比较好喝，他指出来就是讲说有照过的那杯，其实他不懂我们有照过，他就不懂的，我们就给他喝两杯，他就讲诶，就这杯比较好喝啊，那这杯就是我们有照过三分钟的哈。所以怎么说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们的味蕾前面都是甜的哈，所以你一喝它就被你的舌头吸收进去了，所以你感觉到诶，好喝，甜，没有去到微微的苦的那个部分啊。反而柠檬，你看柠檬原装的你来喝，哇，酸到苦啊，对吧？他们因为它的分子很大嘛，所以它已经流到你的舌头的 尾部，就会感觉到这个苦的味道啊。那我也是有做过其他的，都比较好喝哈，你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回去试啊，有仪器的人自己回去试哈，啊，我们讲你听你就回去试哈。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这些大肠杆菌呢，这个毛癣菌哦，都很有效的杀死哦。所以为什么有些皮肤问题很有效哦，你来泡脚啊，泡手啊，或者拿来喷啊，都很有效啊。待会我给你看我儿子的哈，经常给那些昆虫咬，都肿到很大力。那虫咬的时候，它其实就注入一些毒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才会导致这个肿。所以当我们喝这个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排这个毒，那一方面我们在喷的时候呢，就从外面杀消炎，所以两管双管齐下，它的修复很快很明显的。那抗辐射，抗辐射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会造成什么癌症的啊。那我们怎么做呢？你在喝的时候，其实 无形中也是把这些辐射的跟它洗出来啊，就会避免这些癌症的产生哈。那粘度呢，就是跟血管有关系，我们血粘稠有关系，可以帮到你喝进去的时候啊，直接进到血里面。这个试验我也是有做啊，才15分钟20分钟以内就看到那个效果了，第一个血来看哈。那还有抗氧化啊，黄老衰那个自由基啊，刚才有提到这个自由基，那个啊，这个我承认这个康根的水哦是很高的，这个抗氧化哦啊不排除，但是它价格很贵的，5000多。我当然很多人的家庭还是有买哈，碱性的都是好的哈，好的水，人家都愿意投资哈，因为健康嘛哈。但是因为科技在一直发达，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单分子，所以当你的过滤过后的水出来，你再照三分钟，它就会好上加好，更加好啊。市面上还有一些什么氢气水 hydrogen 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的哈。那已经买了的没有关系，还是可以用，就是它出来你赶快照三分钟，应该还来得及哈。氢气的啊，用机器做出来的，有些是包装的，包装的可能就不能怎么造哈，就直接喝了哦。那还有那个水的活性啊，就比较软，比较好喝。
那小孩子呢，平时不喜欢喝水的人哦，他喝到这个水，他也变成喜欢喝嘞，因为比较清，比较啊，清凉，总之就是很好喝啦。哦，那无形中也是啊，也喝到比较多水了。哦，啊，人们就是一种要好喝，哦，要那个追求快乐嘛。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他是不会听的。但是你他给他感觉到好喝，他就会去喝，喝多一点哦。啊，那有些人做了这个啤酒的示范哦，他讲造了过后，他喝没有这么容易醉，然后不会胀肚子。哦，当然自己要有节制了哈，不要说拼命去喝那个酒啦。啊，红酒小酌是对身体好，喝多了变成醉酒就不好了哈，就伤身了。好，那有些人可能会问，哎，这个产品它是在深圳制造，那它的品质好不好呢？啊，品质好不好是看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哦，不是看它在哪里出产。好像我们的苹果手机哦，也是在中国出产啊。为什么商家会选择在中国出产？可能相对来讲不在美国呢，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员工。那个 labor cost 还有那个地点，其他的种种因素，就是那个 cost 会比较低哦。那个 cost 低的话，它的价格就比较低，比较低的话，我们大众都可以买得起，对吗？啊，比如说这个日本的产品，我们知道日本的品质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在日本制造哦，它的quality 是好，对，但是它的价格就太高了啊，因为什么员工贵呀，哦，啊，种种东西都比较贵哦，你去日本消费哦，都是会感觉到比较高一点哦，所以你就无形中把这个价格抬高，那很多市民，普通市民就没有办法去拥有哦，所以这个呢，这个水银呢，价格很好，就是大众都可以付得起的价格哈，他也不会说太贵，也不会说太便宜。太便宜的话，人家就会认为说，哎，它的品质就肯定不好。所以品质好不好是看它的这些印章啊，你看 ISO 就是全世界认证的哈，国际的啊。这个呢，它不能随随便便盖哈，每差不多每年都会有来啊所谓的 audit 哈。啊，他会去抽样本来检测哈。那欧盟的这个欧盟的哈，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这个 chop 呢，它是 chop 在这个水盆哈，水盆装水盆的啊。为什么 chop 在那边？因为我们装水造水，最后喝下去肚子，就是关于这个 food 的东西。FDA 是关就是测量那个有没有其他的。有害的化学物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所以这个水呢，它就想象到很，公司真的想到很仔细啊，就是说这水盆我们装水，我们造的时候，诶，会不会无形中把这个这个 plastic 的什么化学跑出来啊？所以他就去测，所以现在 chop 了，表示安全的哈，这个盆子是安全的哈，那。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就用公司给你的水盆来造水啊。啊，当然有些为了方便啊，就 5.5L 直接在里面造啊，这个最好，这个暂时我们没有办法去测了啊，所以最好还是用回自己的啊，也不要造太多次啊，如果说只一次可能还 OK 啊，因为那个外面买的蒸馏水，它其实那个瓶子是讲说一次性用的，哦，如果你重复用就不太好了哈。那太赫兹它的功能呢有两低，低频率啊，有些人可能会问，哎，这边怎么写 0.96 啊？之前是讲 0.96， 这边 7.6 啊。0.96 太赫兹是从它的仪器释放出来的电磁波。这一个图呢是讲说已经沉在水里面了，是另外一种测量方式啊，另外一种，这个跟 frequency 没有关系的啊，它是另外一种测量方式。
所以在刚博士的 Zoom 里面，他有解释到是怎么样去测量。好，这边就讲说我们只是一个表来比较啦，比较说你的矿泉水跟太赫兹哪一个，这个是来比它的那个分子水分子哦，越小的话它的水分子就越小。那除此之外，你看它这边就是一个团 H2O 还是 H2O 啊，没有改变，只是它把它的这个连接的角度拉开一些，所以变成好像是一粒一粒在排队哦。所以你喝进去的时候，它的宽度大概是两纳米左右咯，两纳米，所以可以顺利的进入那个细胞通道。那从这边我们有看到有结构水，什么是结构水？这个在甘博士的 Zoom 也是有提到，就是细胞这个水呢，它有 negative charge 有 charge 啊，所以它是一个电磁波嘛，所以会造成一些 charge。所以进到你的身体，它能有效的跟那些自由基，所以为什么有抗氧化自由基 neutralize， 把这些电正电负电跟它什么进行一个化学的疗理啊 neutralize 那就更加的给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哈，就从这边解释哈。那个低粘度呢？低粘度就是从血这边我也是有去做这个实验我就是看到这张图可以低到多少，所以就呢很快的就把你的血管的这些油脂洗出来。所以你看原本是一直粘在一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喝下去的水都没有办法进到血里面嘛，所以它的血是缺水的情况下，所以才会粘在一起扁扁的当它扁扁粘在一起的时候，就表示缺氧，缺氧就会放出一个讯息给我们的大脑，然后再制造更多的红血球。因为红血球的它的功效，它的工作就是要带氧气而营养到每个器官，所以如果粘在一起就是很缺氧，缺氧就更多，更多就更难走动，对吗？所以它的应该要怎么弄，就是说喝到好的水它能直接进到你的血然后把它散开，当它散开的时候，每一粒红血球都有带到，整粒都有带到氧气，所以氧气足够的话你的大脑就不会制造更多的红血球，那就不会有粘稠的问题它就更有效的流动到全身。所以这边可以讲说它改变这个微循环，还有细胞的健康，还有那个五脏六腑那个分解甘油三酯这些降低这个血脂肝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也有呢维持神经系统原来神经线也是需要水的免疫系统还有分泌系统的平衡，这些都需要用到水所以抗菌这是大肠杆菌，这是非刚才有提到了，还有抗氧化抗氧化，我们的生活压力抽烟喝酒紫外线护肤品咖啡全部都是会有自由基的，那喝到这个水它可以抗氧化，把它 neutralize 就对身体没有害。那这边的抗肤色，你看肤色它的副作用是蛮强的一开始可能你是脱发，那皮肤红斑白细胞，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癌症癌症到不能就是死亡所以不能轻视那新陈代谢它的功效两个新陈代谢排还有带营养那如果很多人他喝水还是不能这样你要看一下你食物的进取你每天吃的食物是不是够营养那你身体是缺乏哪一个营养，你就要对症下药去补充那个营养。所以我们公司呢在新加坡我们一个仪器你握住三分两五分钟
你就可以查出来你身体有什么重金属啊，缺乏什么营养啊，哪一条血管阻塞啊，哪一个器官有问题啊，都给你查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科技发达的厉害。哦，那甘博士也是有一个仪器吧，右边也只是用手指，不需要滴血，都可以查出来你的脉轮啊，你的经络啊，通不通啊，全部都查出来，相当的准哦，相当的准确。所以从那边呢啊，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去做身体检查，就是一个预防检查，过看你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个血不对劲，然后从那边再来进补，再来补救啊。西医是讲说去滴血来做身体检查，验尿，对吗？啊，那科技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滴血，都有办法查到你身体更详细，缺乏什么营养，什么重金属都查得出来啊。人从那边，你再看你缺乏什么营养，再去进补，那才是最好的一个对策哈、哦、啊。不要乱自己乱吃一场，你吃越多保健品，你水就要越喝越多，为什么啊？因为它需要水来带那个营养去到你的细胞，那你吃错营养品反而是造成一个负担啊，胆结石啊。所以不要胡乱的自己去买什么保健品自己来吃哦，那些维他命啊乱吃维他命有一个人跟我说也是一个毒品啊 drug 啊，因为它也是一个 tablet 这样子嘛啊。所以有些水溶性的维他命 C 它从你的尿液排出来，但是有些维他命是脂溶性的，它用脂肪，有些是不能的，所以没有排出来的情况下留在体内就变成石头哈、啊、所以不要胡乱吃哦、啊。那这个改变血粘稠，那除了可以饮用之外，你还可以外喷哦，外喷，那所以是内服外敷，双管齐下的效果就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你看保健品、营养品哦，药物可以很好的吸收哦啊。我们知道这些药物到最后是一个毒品。它医到你这个好，它会造成你的肾的问题，所以尽量的话就以天然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自己的细胞啊自己疗愈，那个才是最安全的。好像现在那个疫苗细菌都变种了，你疫苗还有效吗？疫苗毕竟也是一个毒品造成的、哦、所以很多人也是很怕什么副作用哦。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还是劝勉大家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是最好的，不管那个细菌变成什么，你的抵抗力好，你什么病菌你都可以对抗，对吗？而不用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副作用、哦、好，那你外喷呢，外喷它可以洁肤，它改善皮肤的弹性，它很快的吸收。那我这边他也是有提到说清洗伤口啊，消炎很快愈合，那些疤印啊也是很快淡化。那我这边我也是有做一个试验，就是好像偶尔很难免说会有一些皮肤问题啊。湿疹是怎么来？其实就是我们的抵抗力有稍微弱一些。那抵抗力怎么会弱呢？就是可能我们熬夜迟睡，或者是太过疲劳，太过压力，就造成你的抵抗力弱，抵抗力弱就有湿疹。那怎么补呢？就外喷，你喷在那个 eczema 的地方，湿疹地方，它就会止痒啊。你不去抓它，它就修复的更快。然后你再喝，把它这些毒素排出来，那个热气，那个自由基全部跟它排出来哈。它的道理是这样子。嗯，好的，来我看一下，哇，怎么不能过啊 ？OK， 所以这边呢，就是那个柠檬测试啊。有些人问，哎，我的机器怎么知道还有没有效哦？很简单，
你把柠檬、哦、切了，挤这个水在杯里面，两个杯、啊、然后一个杯呢，如果你要测你的机器有没有效，你就直接把你这个水仪、哦、照在这个杯，给它站在这个杯照住啊，啊，它只要它的洞口、哦、对准你的这个杯的洞口就可以了。三分钟过后你来喝这两杯，你会喝到有差别。有照过的，它的色色的已经除掉了、啊、它变成一个单分子了、啊、那没有照的就会酸到苦、啊嗯、你可以试一下回去、啊、试一下。那还有这个穿透力的示范哦，这李培他就讲可以另外一种方式，这个呢是去检测你的水，可能你已经照了这个水放了两个月还有没有效，你要知道有没有效。你有能做的就是把这个黄色的盆啊放太赫兹水，这个就普通的没有照过的同样的水源啊，然后你的柠檬刚才不是挤在这个杯咯，然后就放在这个碗里面啊，15秒而已，它这个水的能量啊，太赫兹水的能量它可以穿透玻璃杯去共振你的柠檬汁啊，然后你喝这个柠檬汁的时候你会感觉不一样。当然如果你直接照它的效果更明显啊，你要等这个水的能量来穿透玻璃杯呢，它已经隔了一层了，所以它能量会稍微减低一点，可能是没有，是有但是不会比较少一点的那个明显。这个示范我有做过、哦、那如果你的杯是那种隔几层的，又有隔一层空气在中间的，那个就要穿透 更多的，所以它的就不是很明显了、哦、所以是建议大家直接照、哦、是最为明显。啊、那老人家那个刚刚的病哦，啊，你不要拖到太久，赶快刚刚的病，赶快他就很快就会好了。哦，那老人家本来喝水就很少了，啊，你不要说啊、一换了太赫兹水就要叫他立刻喝很多，不要啊，因为他会突然间会受不了。为什么？啊，你就照平时喝多少，你就少量开始，500 ml。然后观察，记得一定要观察啊。Dr. Prabhu 那边他也是提到，所以当我们细胞突然间喝太多水，他也是会啊喘不过气来，或者是头晕啊，这是暂时性的，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就称它为好转反应啊。原因就是说他突然间哇，他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哈，500啊，慢慢的。因为现在你之前喝的500不是全部被细胞吸收，但现在你喝的500是全部都被吸收，所以它会有一些反应了，那你就慢慢增加，当你的细胞习惯了啊，它才慢慢增加哦。那如果真的是不能，就放慢或者是停一两天观察，然后再从头开始哦。这是一个过渡期，大家熬过了就好啊。啊，那大那个便秘的要大量喝水，减肥的哈，那有些已经有旧患的，可能以前有伤过哪一个脚、哦、现在不痛了，因为之前有吃药压住了，那现在这个水来它会先洗掉这些化学的，洗了过后可能你会突然间又痛回来，或者是你的血压突然间又高更多啊，因为之前你吃药压住嘛，现在你把这个药洗掉，它就突然间高，所以不要吓到哈、哦。它能过后呢，它就会修复你的细胞，你就会好了，就会下来了。然后慢慢的，你才从医生那里啊，你血压正常了，你从医生那里才讲说，不需要再吃药，你才停啊。啊，所以因为这种东西啊，我们也不要说啊，立刻停掉你的药来吃喝这个水。啊、不是的，要慢慢的哈，慢慢的调啊，就是这样子哈。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这个三样啊，有送一个过滤器啊，这个公司非常有大爱，很详细，因为很多家里人在新加坡是没有过滤器的，所以他是送的哈，
然后这个过滤器呢是看得到的，肮脏你看得到的啊。那它这个是过滤器的功效，它可以过滤掉这些生锈红虫、藻类、泥沙。那杀菌这方面呢啊，我相信是从这个太赫兹水银来杀菌哦，因为它的光波就跟那个啊紫外线同样一个阵线，就是可以杀菌的。嗯，那这个过滤器呢是有啊酸碱酸啊碱性啊碱性球在这里，它是 0.18 成，所以它出来的水是 8.1 pH。 啊，我们有拿一些样本从这个过滤器出来的水再照三分钟，然后去检测是 8.1， 所以这个滤芯呢是看得到的。啊，肮脏的也可以洗，你不需要去用电。啊，通常电解水啊这些啊很多都不鼓励，不好啦。啊，你的水用电解出来是不理想啦，比较不理想。所以这个芯是可以洗的，怎么洗呢？你可以用那个厕所那个 jet spray 来喷，也不要说等到非常的肮脏你才洗，可能它已经凝固了，就很难洗得掉，就变成你要用什么牙刷啊？有些人用牙刷软的刷啊，刷不掉你才用砂纸。砂纸在盒子里面它有送一个砂纸哦。砂纸的话你用案例来擦，不要拼命擦，它变形，因为这个它是 ceramic 的陶瓷哦，你拼命擦它整粒就变到数到很小哦。那过后你要换也是可以哦，不贵，你可以从你的户口里面拿50分，就给你5粒星，哈，1粒才10分哈，啊，也不贵。那我们的分数是怎么来啊？待会也是会跟大家分享啊。每当你买一套的时候，公司就送你一个户口，这个户口是会生钱哈。然后这一个呢，报告呢是我们去这个小说这边检测的哈，在新加坡的，所以它 8.1 啊。然后它的 chlorine residue 你看。啊，就是它的那个氢啊，那个氯啊，就减到很低，然后再来 E-coli 已经啊，这个符号加就是 not detectable， 已经减到已经完全没有了哈，嗯，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是还有效啊，虽然公司的 filter 小小一个，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在马来西亚，可能它3天就肮脏了啊，因为什么？你很多那种粗的泥沙，所以在外面可能你要放一个过滤器过滤掉那些粗的，然后进到家里才用这个比较细的啊啊，来就是，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是新加坡的水啊啊，新加坡水本来是很干净的哦啊，很多人都以为说很干净可以自己喝，可以啦哈，一个礼拜就肮脏了这样哈，黄。那2个多月啊，这是我的朋友，我的团队的哈，啊，2个多月他没有洗啊，不会洗，结果等得黑，然后就跟我讲，哎，为什么有一个味道？当然啦，啊，已经黑到这样了还讲喝，所以现在要换掉了咯，整个心，啊，已经太久了黑了，可能洗不掉了，啊，可以试着洗了，啊，那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哦，你不装这个过滤器的话。你每天喝下来就是一点一点累积，就进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排出来，因为这些都是污水啊，它的水团都是很大的，它根本都不能做到这种帮你排掉毒素的功能。那你想象一下，久而久之，几十年都喝这样的，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啊，这个老的时候才会知道啦，年轻的时候，因为你的细胞还活跃，还可能还可以自己排，但是老的时候就知道了哈，所以为什么很多都啊，年轻化都有那些病痛都是年轻化了哈。好，那刚才讲的都是他的理论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真的会说话吗？来，我们今天有邀请到这个 John Chang 啊，来我们就先讲他的哈。来啊 ，John Chang， 你 unmute。Hello。快点来。听到吗？
有声音吗？可以，有有有。你看我，你看我，其他人没有讲话的就没有掉下来自己啊。OK， 大家早上好啊。我今天也是蛮早起来一下准备，因为昨天晚上才把我的资料。你等一下，你有回音？你那边是开两个啊？没有啊。怎么这样吵嘞？你的有回音这样的？不是我的，我没有开啊，我只有开这个电脑而已。电脑，你的电话有开吗？没有开。OK， 好了，可以。哎呀，你是哪一个哈？好了，来你 unmute 一下。可以吗？啊，可以了。可以啊、哦、，OK。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 John。OK， 有些人叫我水哥啦。那我本身呢，接触这个胎儿吃健康水衣呢，最近有一年多的时间，是2019年，大概是11月的时候接触，然后我的。水衣呢是在2020年年除夕、哦、才到我的家。那之前我将喝这个水呢，我之前就是一直到麻坡跟我的朋友、哦、我介绍人，然后去他的店那边就剩那个水，拿几桶这样子 回到马六甲这样子来喝。那起初开始我接触这个仪器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啊。 Angie， 我那个皮肤的那个你没有放哦，你那个是视频来的哦，放不到哦。对，等一下我开 Google Drive 那边开。好好好，你先讲这个。好，我之前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手干裂爆，最近有整十年的时间。那这十年呢，我都有去看这一个皮肤科的这一个医生那边的，我们都有去看专科，然后就是来来回回很多年了，都是没有什么见效，就是好了。过后他又再来，好了，过后再来，像很多人就以为我本身是有做这一些chemical 的这种工作啊，啊那种药水的东西，而影响到我手，我没有接触过这种 chemical 的东西，是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我的皮肤有这种问题了，它会干，它会裂，尤其是现在北风的时间呢、啊，哦、啊，蛮多妈妈的手都会有这种干裂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我自己本身需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健康 ，OK。所以当时我去接触这个的时候呢，我也是希望把我的这一个问题解决掉 ，OK。然后我用上大概是有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看到我的手的这一个干裂都没有问题了，哦，因为没有这个前面的见证嘛。等一下啊 ，Angie 再放 ，OK。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现在应该看不到。我这个手昨天。做家务的时候呢， 我抓那个手柄的那个东西啊，裂掉，还裂掉啊，然后流血了，我就用太赫兹水来喷了，过后我就干掉了。你要看那个 video 啊，那个 video 啊，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OK 啊，不用紧，你看之前的，你先讲。所以我是因为我的手的问题，然后我就希望把我的手去解决掉它。希望我的这一个问题解决啊，你这个视频可以开啊，这个是我的手，哦裂爆，无时无刻都会这样子，所以这个脑的问题，经常不要去擦药，擦药啊，知道吗？不会好，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皮肤啊，怎么样啊，看来我没什么啊，有你讲过了。喝多了过后呢，我的第一个，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本身做的小 video， 给我的朋友给他知道，跟他们介绍的一个小视频嘛。所以我最想要的就是我的皮肤改善，好，然后用了大概是有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手皮肤就完全好完了，哦，然后现在还是一样保持的在喷在喝。那最主要就是我本身我的水量有多了，因为我起初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为什么？因为一个太空船的这样子的仪器造水它会有这样子的功效，我看了这么多专科医生都不会好，所以当时我就尝试了，抱着一种尝试，哦，去给自己本身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见证，如果这个见证我能我自己的健康可以好的话呢，我一定大大的去分享。 OK， 然后在不久之前我的这一个转变更加大，为什么呢？大家有看到我的这一个照片哦，这个红色衣跟黑色衣呢是早期的我哦，然后刚刚你们看的那个视频也是在差不多三月，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拍的，那时候我的脸还是很圆哦，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是比较尖，我没有刻意的去减肥，也没有刻意说很大量的这个运动，就是每一天喝上5L的这个太赫兹水。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一天我喝上5L的这个水，很多人都会怀疑怎么你喝这么多水会不会水肿，这个是很多不了解我们太赫兹健康水的这个功能，所以他们都会说不要喝这样多，你的肾会坏掉。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哎，喝水肾会坏掉吗？我自己也是比较难给一点，我要 try 是不是这个太赫兹水真的是有效。所以我就喝，我朋友有一次有一个很久没有见到我的朋友，他就讲我瘦了，我想有没有瘦，我就回家去称，那你知道真的是瘦了10公斤哦。我从85公斤以前呢，我的重量的保持啊，85、86、87、84、85都是这样子的，没有降过好几年了。然后就在去年的2020年的时候呢，接触了太赫兹健康水仪，是因为我是手的这一个皮肤的问题，而我想要证明这个水仪真的是有这个功效，就大量的喝，每一天大量的喝。起初开始的时候我太太也是不相信，我就大量的喝，喝了过后接下来过后我太太也相信，然后自己的健康也找回，然后人也瘦了，哦，应该是变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哦，大家看一下我今年有几岁。OK， 我已经是四张没有得找了，哦，45岁进入45了。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一个额外的收获，额外的这个收获就是喝水都能够减肥。所以大家是想下今天这个太赫兹健康水仪它的功效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说喝了过后没有什么效果，可能就是因为你喝的这个水量不够多，你喝的那个水量不够多，然后你偶尔你喝太赫兹水，偶尔你掺下普通水样子来喝，所以变成你在中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一个效果比较慢。然后最庆幸的就是一样东西，就是我在去年的9月份，大家有看到哈，这个验血报告，我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在19号的时候呢，我得了这一个骨痛热症，我们叫蚊症啊。然后我当时我是全身都不能够动，那个骨很痛，我当时我也是叫我太太扶我起来，他们一碰我的手啊，我都很痛，所以当时我就以为是不舒服发烧，然后也没有去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越来越不对路了，就去医院，然后医生检验的时候，验血的时候呢，我的报告出来呢是保持我的这个血小板248。这样当时我也是问医生我是不是中 COVID， 他讲不是，然后我问他是不是中蚊症，他当时也不敢确定，为什么？因为好多人中蚊症哦，他们的这个血小板都降到很厉害。所以我当时医生问我你会不会吃，我讲会，会不会喝，会，你一天喝多少水，然后我喝多少水，我讲大概是5个liter，医生自己本身也吓到，他讲这样你会喝你就继续喝，然后他叫我第二天再去做验血，然后我第二天再去医院，你看我的这一个发烧啊，就是那个热期的第二个啊，
我第一天验血的时候，我的发高是 38.5， 第二天是 39.6， 然后我的血小板只是降了一点点，225 ，OK， 只是降到225，然后第三天、第四天，23号我又再去检验的时候呢，我的那个高烧呢已经是下降到36.7了。医生没有给我吃什么东西，只是给我吃一样东西罢了，叫做 Panadol。然后我就是回家大量的喝太赫兹水，然后我的血小板也有下，只是掉到201，然后第五天呢再去医院，掉到197，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不需要再来检验了，然后你就继续喝多点这个你的水，哦，他就问我你喝什么水，我跟他讲我喝这个叫做 太赫兹水，医生也是不了解不知道，这样我就没不理他了，我就继续的喝。所以这个也就是证明我本身的这个见证，然后在那个九月份，我们马六甲是蛮多人中文症的，然后甚至很多人进到这一个 ICU， 哦，也花了不少钱。所以你想，太赫兹有没有效？只要我们自己本身啊，亲身体验啊，我们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功效，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呢，他说：“哎，你喝了，你讲这个东西这么好料，这样子这个 COVID 这么会就这么多人中，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个推广啊，我们才会去跟你们做这个分享啊。你的免疫力系统提升了过后呢，抵抗力有了，然后这些 virus 来的时候呢，你不会这么容易感染到。所以当我在做这个分享。”太赫兹健康水的时候呢，也是抱着一种就是健康嘛。OK， 我都是跟我身边的朋友一直讲着这个健康，然后甚至我一个朋友是这一个洗肾的 ，Angie， 你 next。好的 ，next。好。OK， 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哈、哦，也是马来西亚人，他应该有在场在看着我们这一个Zoom 嘛，哈、哦，当时。在去年的时候呢，我跟他分享我们这个太赫兹健康水的时候呢，他也有接触另外一家公司的这个水仪啊，水机啊，啊 ，hydrogen 的。所以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呢，他也是有点抱着怀疑，到底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功效样子。当时我介绍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洗肾的，还没有洗肾。OK，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请这一台仪器的是已经是洗肾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了。OK。然后你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一个头发哦，当时他的头发也掉了很多，哦，也没有这么紧密。然后他喝到了现在呢，大概是有六个月的时间，接近有六个月的时间。然后他的头发也是生得很漂亮。然后最右下角的这一个呢，就是他最新的这个照片拍给我看。你看他的整个人的精神 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洗肾的人，他们的水量也不够，不能够喝多啊，他们一天只能够喝500 ml 罢了。我昨天有问他，他说他的这个水量已经喝超过500了，已经是到1000了。哦，我也是希望他继续努力的喝我们的这一个太赫兹照射的这一个水。这样子这一个仪器有没有功效，你们就看看这些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各界的朋友啊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保健品的东西啊。这样保健品的东西吃多好不好？当然好啊。市场上有好多好多这些保健品，像今天如果有一个方式让你不需要吃保健品，然后以水的模式来喝，让你改善你身体的健康，是不是好过我吃保健品？当然我不是说保健品不好、哦、OK， 大家这边有做保健品的朋友，你们帮我讲，如果你本身都在吃这保健品的 OK， 再加上我们的太赫兹照射过的水喝下去的时候呢，它更加容易吸收。OK， 像我自己本身呢是比较少吃保健品，我只吃一种罢了，叫蓝藻。OK， 蓝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像我就是本身就是喝太赫兹水 ，OK， 每一天超过5L的这一个水，超过5L的这一个水。OK， 所以这一个也就是我最大的这一个收获，还有我朋友的这一个收获。所以这个也就是我的多年的朋友了、哦、我是希望他自己本身的健康一直在改善 ，OK，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COVID 啊，越来越严重，我们马来西亚越严重，像我们昨天我们马六甲已经是去到成300多了，所以
我们不能够说今天这个太赫兹水仪喝了会怎样，它会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OK， 它会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这样我们就少病了，对吗？然后我上个星期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讲我的这个老婆的这个外甥女嘛，才11岁而已，11岁的这个小女孩，她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是差不多像我们的手拳头这么大，手拳头这么大，哦，大概是有一尺，大概是有一尺这么大，这么长。你想想，这个小女生她有多少的这一个宿便在她的体内没有排出来？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啊，父母啊，我们讲父母这一方面呢、啊，没有好好的看住孩子啊。OK。所以我们讲太赫兹健康水仪，它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很多时候他们排便排不出，他们喝那个叫做什么啊？Angie，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们啊，有些人排便排不出，他们不知道喝那个叫什么？哦，那个给他帮拿来 shake 的那些啊？对对对，是不是叫车前子？乳酸菌是一菌，乳酸菌是不是？应该是啦啊，应该是啦。你那水来的，有些是粉的，来啊，来喝、啊、粉的那一种啊。纤维啊 ，fiber 啊 ，fiber， 对对对 ，fiber。啊，我不喜欢。所以很多人他们用 fiber 啊去帮助排便啊，其实这个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啦。但是我知道 fiber 哦，我们是要拿来 shake 嘛，对不对 ？shake 了过后，如果那个杯子啊，你想一下，如果那个杯子你没有真正的拿去洗干净的话哦，那个 fiber 它沉淀在那个杯子的时候，它是不是有黏黏样子的？对吧？所以你想一下，今天我们把那个 fiber 我们喝下去以后，它有100%把我们的宿便排出来嘛？哦，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我们身体体内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嘛，对吗？所以在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见证啊，我家里人的这个见证啊，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哈，因为我没有po上去这一个Facebook， 是因为它是一个粪便呐、啊，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哈。你在哪里放？OK。是蛮大的，看到吗？是蛮大的这一个宿便，一个小女生11岁，你想想我们的肛门是很小的，它排出来的这一个硬度啊，所以这一个也就是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一些，小孩或者是我前两天有看到这一个面子书，也有看到这一个一个小孩才3岁，因为。不能排便，送去医院的时候呢，半路已经是断气了，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在我们做父母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看这个，看过这个孩子啊，这一个也是在台湾的一个发生，一个女孩子17天没有排便，你没有看到吗？这一个17天没有排便，她的肠全部硬化在她那个身体那一边，有看到吗？所以你想想，如果用 fiber 来讲的话，它有帮助吗？是有一点 ，OK。但是我们的身体是水做成的嘛，造成的嘛，对不对？我们身体70%需要的就是水，所以健康水仪这个太赫兹健康水仪的功效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一个水的这一个分子降低680倍 ，OK， 低粘稠。所以它就容易帮助我们排便，所以你看我从85公斤降到75公斤，你们在看 live 的，我的脸是比较尖，对不对？跟我之前的那个脸，你看我现在这一张照片，这脸还不是很尖啊，现在我的脸就比较尖一点了。OK， 我都是喝太赫兹水，量多。OK， 平时吃照吃，反而我的口味还大一点了。以前我85公斤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口味啊。吃不能够吃多，一次多我就很容易胀，很容易胖，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本身的这个精神体验啊、哦、所以我也是鼓励在座这边有接近有整200个的这一个朋友啊，你们在这一个时间就多喝我们这一个太赫兹水，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OK， 大量的分享我们的这一个太赫兹健康水的这一个功效。OK， 在这里，所以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留下次 okay? 留下次，不要一次过讲完，留下次。对啊，保留哈 ，Angie 保留哈。你把那些照片呐、啊，你刚才讲的那些照片哦、啊，你都好。所以我希望在这边经过我这样子的短短的分享，我是希望大家每一天的这个水量超过3000 ，OK， 3000 ml。对，你从早上起身。像我自己本身嘛，我这一个水瓶哦，1.5 liter，我早上起来我就喝一半，一起身的时候我就慢慢喝一半，慢慢下了，不是一下子喝到完，慢慢下，慢慢喝了过后，我就是弄早餐啊，上洗手间啊，什么东西 ，OK， 然后从早上慢慢喝，就是喝完了过后再加喝了，再加 ，OK， 大概4瓶样子，你想一下我是不是超过5个 liter？ 这个是1.5。我喝4瓶是不是超过5个 liter？ 所以我不是叫你们一下子把这个 1.5 liter 的水灌完它，是无时无刻水瓶放在你的身边 ，OK？ 无时无刻水瓶放在你身边，然后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因为当你口渴很口渴的时候你才喝水的时候，你已经是很干旱了，就像我们讲那个土一样啊，太阳太热了，很干旱了，它已经裂掉了嘛。所以我们不要等到很口渴的时候呢，我们才喝水 ，OK？ 所以无时无刻喝水的话呢，你的脸呢就会越来越光滑，哦，无时无刻拿来喷，我也是有，我的是比较小只的啊，阿娇他们用的比较大只的 ，OK？ 无时无刻这样子拿来喷 ，OK？ 你们就睡当当嘛，好不好 ？OK？ 那我短短的这应该有20分钟了，超过了哦。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John。所以 John 的这个分享的时候，你还是有吃你的那个蓝藻是吗？有啊，我的蓝藻只是一天4-5粒样子咯，有时忘记吃哦，还是水，我的水量是多过蓝藻的。就是闻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量啊，一样5 liter 的水，没有那个蓝藻4-5粒啊，蓝藻那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就是3粒啊，有些4粒，有时5粒 ，maximum 5粒啦。我自己给自己本身啦。好的，好的。所以应该在宝妈去买喽。对对。OK。好的，好的，谢谢你 ，John 啊。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我就直接跳到那个美凤啊。美凤今天很开心，我们也是有邀请到她啊，来自己来跟你们解说她的情况啊、哦。你们看到我的 screen 吗？有看到有啊、哦、，OK， 那真的看，好，那美凤有在吗？美凤 ，OK， 在哈，好的，有，好，那来我放大，来这个你的图，美凤的健康，好，大家好，我是美凤，在还没有喝这个太赫兹水之前呢，那我本身呢是一个很多毛病的人，那么进出医院呢是我的家常便饭了，就是、啊、因为我毛病实在是太多了，那我本身呢有就是耳鸣啦、啊，还有那个飞蚊症，还有那个手臂会僵硬哦，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会僵硬的。麻痹，那么就是你要去甩一甩的时候呢它才会好转，那么呢就是还有就是手上也脚也有很多一些白色的斑点，然后本身膝盖呢也是会很痛，还有一点呢就是时常会鼻子敏感，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会打喷嚏哦，然后鼻水会一直流，你要马上拿那个 tissue paper， 不然会来不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高血压时常都会很高，高到有时候240就会一直进出医院。然后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都有心悸，然后呼吸困难，那种心跳会很快速的，然后就是时常会发作，通常都是在半夜，然后就是一直会进出医院，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肠胃哦，就是很胀气，就是我时常呢，就是一碗饭哦，我吃完了，我一定要分三次，我才能够吃完，所以我的体重呢就一直下降，就是因为我时常吃不下。还有就是呢，我有一个症状，就是有一个严重阻塞睡眠呼吸暂停症，就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时里面呢，就是有33次它会停止呼吸。那么你医生说，如果你晚上要戴着那个口罩来睡觉，就是一种面罩来的，他说如果你不戴的话呢，就是你会那种中风啦，会有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一些心脏病的毛病会来找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戴着那个面罩来睡觉，戴到你不在为止哦。然后还有呢，其实我最严重的呢，就是我的那个喉咙痛。我的喉咙痛呢，是可以那种24小时都在干痛的那一种，就是时常会痛到，而且也是要进去紧急部门的，已经痛到受不了的那一种的。然后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是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我看了很多的那些专科医院哦，医生吃了很多的西药中药都没有办法解决，也找不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找不到。然后我也试过很多的那些保健品哦，什么那些马鲁克哈尼啦，还有一些。他买补剂也呼吸也停止了呀。是谁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是谁。可以 mute 一下吗？那些没有啊，可以。好，好。啊，美凤继续可以。OK。还有呢，就是我的那个甲状腺的肿瘤，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到了那个。去医院检查的，就是有那个甲状腺有一肿瘤，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哈、啊，他是不吸烟的，后来慢慢的医生就说，他是建议我动手术，因为他会越来越变大，然后不会消失，他是建议我动手术。过后呢，我就说我想要等等看，因为我在想看他会不会变小。但其实过后它没有变小，它变成了又在变大，变成 4.5cm。他一直鼓励我说你还是动手术吧，不然的话怕它会压到我的那个声带还是什么，也怕它会变成恶性的肿瘤。然后过后我本来是想要动手术的，可是刚好呢就碰到我的这个朋友 Mary， 就是感恩他。介绍我喝了这个太赫兹水，起初其实我也是抱着很怀疑的心态去喝，因为我在想我喝了，我试过了那么多的产品都不会好，只是水而已，真的能够改变吗？后来我就开始8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喝，后来我每一次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做一个记录，就是当我喝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在第十天而已，我就发现到我的鼻子就忽然间为什么我打喷嚏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它不会再流鼻水了，再也不会流鼻水了，不然的话以前每次很快它一打喷嚏的时候就会流鼻水了。后来我发现到第十天而已，因为我一直喷我的鼻子，一直大量的喝，后来我就发现到第十天它就真的到现在为止它不会再流鼻水了，我就觉得它很神奇。还有更神奇的就是那个我的那个甲状腺的那个肿瘤，就是我发现到三个星期而已，因为我每天有照镜子的，我就发现到我的肿瘤为什么忽然间我看不到它了，我就很好奇它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每一次都看得到的那个肿瘤看得到的很大力的，后我马上去 make appointment 去照了之后，医生就也觉得很神奇，就问我说
你的肿瘤真的变小了嘞，他讲变回两个 cm 了，因为原本是 4.5 的。他都问我到底我做了些什么，我就告诉他说是喝了这个太赫兹水，连他自己都很好奇，他还叫我给他那些资料，他说他要介绍给他的病人。哇 ，OK， 然后呢？后来他就还告诉我说：“哦，暂时你不要动手术了，你可以不需要动手术先了。”他说：“你继续再喝你的这个太赫兹水看看。”所以他就在那边一个本本，就是两年过后我才倒回去看他，这个就是最大的一种奇迹吧。其实最开心的一点哦，就是解决了我的那个喉咙痛的问题，因为那个才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因为那个真的是让我太痛苦了，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解决哦，是我最感到安慰的，所以真的很谢谢这个太赫兹水，它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真的很感恩。然后我发现到，如果我把它浇在那个我的花啦，或者水果啦，或者是菜之类的，因为我有种菜啊，种水果这些，我发现到如果把它浇在里面，哇，它长得很茂盛，它长得很快，也长得很美，而且长很多的果实，下次可以放这个图片上来给大家去分享给大家看。哦，好的好的。所以就是一直要很勤劳的去碰跟喝就对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还有你的先生的，你看你的先生的，我还是帮我先生的哦，对，我的先生的哦，是他的名字。要弄一下就很急了啊。等下是谁啊？谁啊？啊，好，来讲。我先生是有那个鼻子有那个鼻息肉。就是说他会一直长出那个鼻息肉，就是变成阻塞那个鼻子，然后变成没有了那个嗅觉，然后那个鼻息肉阻塞了之后呢，就是你时常就是你嗅不到东西了，然后长出来的时候哦，你会呼吸也很比较困难，就变成你要用嘴巴呼吸，所以当它长得很多的时候呢，你就要动手术把它去除，可是动手术没有用，它会再长回来的，所以时常要去美回门。所以后来他过后也是尝试了去一直碰他的鼻子和大量的喝，所以现在他改善很多了，医生还是要想诶好像没有再长了，所以还是保持在 normal， 所以变成以前时常也是要去美回门，现在也是被拖延了，等到一年过后才会再去看医生，这个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进展啦、还有就是有时候他说晚上眼睛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嘛，有时候晚上灯光会照的时候啊，他的眼睛会觉得很刺眼那样，而最近他发现到好像比较不会了、所以他就时常去碰那个眼睛，所以这个也是一大好处啦。然后本身他还有一些好像哮喘吧，他会时常会气喘啊什么这些，就是刚开始喝的时候哦，会有一些好转的反应啊，好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会，可是这个是很短暂的，只是说好像他的那个气喘来讲哦，会喝了之后会喘得更厉害，可是不要担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已，然后过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好转，就是这样。好的，谢谢谢谢美凤哈。那因为美凤的她的状况已经好了哈，在一个星期里面哈，她已经介绍了四个朋友，那她的1600块也就是新币也就赚回来了哈。所以公司就是这么有大爱，就是说用口碑的方式让大家都有机会啊，不是一个消费。没问题，还有一个来吧。哎呀，来。不是一个消费哈，今天他只是说给你一个机会得到健康的身体，然后也会有一个收入啊，一个收入。
那这个是Jolene 是一个癌症病患哦，他也是我很开心的收到他的反馈哦，啊，他喝了他就比较精神啊，他也没有多说他的癌症的事情。那他的弟弟呢，他讲有糖尿病哦，也是减了啊，从 7.5 减到 8.5， 也是无形中啦，他也没有去刻意去一直关注哦。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说，你们要以平常心。平常心，不要一直盯住你的那粒肉瘤哈、啊，哇，为什么不会减？为什么你会，不自觉的给你造成一个压力哈、啊，你的身体哈、啊。那你看这个，它有一个肉瘤，它也不自觉的，就是跟平时的哈 奇怪的，就是慢慢的，你看它的肉瘤也减少了哈、啊，消了。嗯，这个是一个不自觉的情况下啊，都好了哈、啊，好。那我们的 OK， 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之前的 OK Mary 的哈，那个血的，看要讲吗？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的胆固醇的哈，这个胆固醇的，没有换新的，没有换新的，还有，好了，这个你们是有问题要问哈，有问题要问吗？啊，因为我这边也是讲很多，这个其他的我们之前的都有讲过哈，这个 baby 黄疸哈 ，baby 都可以喝啊 ，baby 去泡奶哦，因为这水可以煮的，所以你可以泡奶，然后给 baby 冲凉哈。然后这个我的孩子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蚊虫咬哦，我只是喷了一个天它就消了哈，消了。然后这个哦，因为两兄弟打架给这个钩啊打到花很痛啊，然后我就喷。干了我就在喷，才一个小时里面哦，9:30啊，一个小时半，它完全完好啊，好好的哦，所以修复是蛮快的哦。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要分享见证吗？因为没有的话，我就继续了哈。所以 Mary， 今天你的我就继续了，因为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啊，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哦，所以不好意思，我先把大家 mute 了哈。嗯，你是打不开的哈。嗯，那选择比努力重要，好的产品会说话很重要。那还有其他方面要考量吗？有的哈，公司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位是玄明院长啊。最近他就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个课啊，那其实呢，太赫兹马来西亚这个是总部设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啊，这是总部哈。那新加坡啊，现在已经有一个筹备处，然后台湾啊也是有啊，那印尼也好像听说也是有哈，已经去到几个国家了，28个国家，就是带着一个理念哈、啊，这个水布施。通天下的这个文化理念哈，所以我们这个呢，它是可以放眼全球的，一个会员放眼全球，没有什么会员制，而且公司呢也一直在研发新的产品，那有研发部门就在深圳新青春啊，那我们的水仪是有跟那个深圳大学合作，哦，那现在呢又有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然后来研发出所谓的石墨烯还有糖态这些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单单靠水还是不足够，你还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因为我们从普通的食物呢摄取不到一些真正需要细胞需要的营养，所以公司在这方面也是有研发，与其我们的会员到处乱买保健品对吗，不如就由公司来研发一个比较独特的啊，比较有效的啊，对症下药的产品。那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推出来，所以慢慢的可能在年终过后才会推出啊，大家拭目以待啊。那营销方面呢，你看一个公司一个产品有多好的话，它如果它的营销没有一个很好的营销管道啊。他的东西不会大卖的哈，所以我们公司太赫一集团呢，它是一个集团来支撑哦，
啊，因为之前一直有人问我，哎，老板是谁呀、啊？什么什么 啊, 啊？这个不是单靠一个人的，他不是单靠一个老板，他是一个集团，有股东的哈、哦。啊，所以凡是什么事情都要有核心一个部门一个团队来做的，不是靠一个人的。好、啊，所以我们这一块呢，我们现在的角色我们是属于营销这一块，研发我们就交由给公司去做。好、啊，我们属于营销。那营销它是采用什么共享经济的方式？也就是说，今天从工厂出来，它不会花钱在广告方面。他也不会给什么总代理去代理赚这个差价，他会直接去到消费者的手上。那怎么去让消费者啊也得到也分到一分羹呢？就是说你消费者用了很好，你就靠口碑的方式来宣传来营销他这个产品。那靠口碑的哈是非常关键的，产品要够好，它才能做到这种靠口碑的方式。如果产品不好，很快的啊，就有人就传了哈啊。所以第一点，它要靠口碑的方式，要用这种啊所谓的 network marketing 哦的方式来做的话，它的产品一定要够好啊。那我们的这个太赫兹呢，它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在短期里面，因为它是靠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来带来那个效果，你看到非常快哈，而且每个人都是其实都是需要水，水是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就是说你有这个选择，你要去继续喝这个自来水。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了这个自来水，一个星期跟两个月后的什么这么肮脏。如果今天你还是选择喝你的自来水。啊，不要经过什么过滤共振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哈，因为你自己的决定你要自己负责哈。那我呢，我当然因为这个太赫兹我已经请了一台自己用了过后，诶，无形中我在分水给同事喝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受惠，他们也要请一台回家给他的家人用，那我就赚回我的1600块。我赚到这个钱过后，我再买寄回我的家给我的姐姐他们用。因为马来西亚大三角是一个港风，所以他们的收入也是有限哈，4500马币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一个很大的那个问题。所以我这边1600新币还可以，所以我就寄回家，诶，我就做咯啊，他们也是有也没有做哇。所以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了哈，诶，我又赚到了，那我又再买继续做后，买继续八升啊，我的家公家婆在用。其实人都有很多问题啊，那个家公家婆有糖尿病啊呀，那做后的是喜胜啊，我阿姨他们在冠状病毒这个期间呢 ,COVID 期间，哇，之前呢啊也是喝这种自来水的啊，马来西亚哇。就是拿一个普通的过滤器就以为很好了哈，其实不可以了哈。那在这方面，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姨丈呢，他就是生意因为不能做工嘛，那个全部封锁，那他的生意就有影响，收入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就偏偏染上的这个什么肺炎。所以你看啊，就是这样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已经很惨了，也没有收入了，再加多一波重病哦，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这边就买一台过去就给他们喝哈。那钱，这个钱花出去哦是能赚回来的，健康如果没有了就是完了哈啊，所以不要省啊，这个钱是不能省，因为留得青山在，你这个钱很快就赚回来。所以这边公司呢也是很有策略的，就是说他会怎么讲培训啊？那刚才我也提到说个人成长，我们要怎么样去啊提升自己？因为社会在进步，如果你不学习不进步的话，你就是在退步哈啊！人家已经去到6G 了、5G 了，现在5G 哈，科学家已经在开始研究6G 用太赫兹光波了。你如果还停留在2G、3G 的电话，那就是很落伍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
进步，一直学习，这样你的脑神经线才一直在发达运作，要不然就会慢慢的退化哈。那除此之外，也是我们也是要采用这种电谱运行的方式，就是说跟那些养生馆啊，养生馆它也是要给做了这些 treatment， 他们是要喝水嘛，所以养生馆啊都可以合作的啊，就是放那个什么banner 在里面，在那边哈给他的顾客喝好水，中医馆啊对吗，都是给他的病人喝好水，所以这方面都是种种的用各种传统又加直销的模式来行走，是非常的有理念有策略的一个公司哈。那除此之外呢公司的文化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公司要走远哦，它的文化我们要看它的文化，它是什么理念，水不湿冲天下，然后就是用爱和以善为光，所以我们在从事这个太赫兹水由的时候呢，其实无形中我们也是在行善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有发现到吗，很多企业家好像 Bill Gates 这些那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们赚到的钱把多数的都捐出去，有没有那我们呢不需要说赚到很多钱才去捐钱我们没钱我们捐水哦，捐水帮到人的健康，功德无量啊，这个才是功德无量哦，所以不需要说哇要赚到很多才可以做善事，所以刚才我也是提到说那个回馈社会就是在全方位成功之一啊，当你舍的时候你会得更多哈那除了之外它还有企业的精神啊，就是一个诚信哦，很关注这个细节，然后一直提倡感恩啊，感恩很有创新哈当你一个公司停止在研发新的东西的时候，它迟早会没落嘛，所以人家以为说哦，你这个水泥可能耐不了几年啊，不是的哈，公司还一直在创新哈，一直在创新那讲究这个诚信的方面哈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哦，下一个就要看的就是愿景和使命，公司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你看，帮助人们提升生命能量哦，然后教育全方位身心灵哦，全方位健康的教育实践平台，所以你知道吗？你从外面上课哦都要不少钱哦我刚才去上的那个全方位讲师班哦都不少钱哦这个为什么我还去花花了就要用，那用在哪里？用在这个太赫兹平台就是非常好哦，它这个理念它的全方位身心灵我最喜欢哦，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教育大家，很多人都不懂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来学，然后这个平台是免费给你学习的，不用一毛钱哦，那何乐不为呢？就大家就来一起学习。所以这边也提到什么物质能量还有财富能量，讲到这个财富能量哦，很多人一直拼命去追钱追钱越追越累是钱是有四个角，我们才两个角是追不到，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是吸引那个钱财过来就是吸引力法则所以为什么一直教育大家要用对的话，正能量的话跟自己说，然后你要什么你就跟宇宙要求，真的会实现的就是所谓的奇迹那我们要怎么样舍得这个实践这个舍得的智慧，助人自己这个德行力量改变世界因为世界一片混乱这个病的问题然后就这个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啦，种种问题啦，那个缅甸现在什么军事的问题，哇太过乱了，但是我们要怎么要心存不要心存杂念，要镇定，就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帮人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哈。到最后是看他自己要不要被帮到最后是看自己的，我们能帮的都帮了哈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你来学习，我们提供这个水给你健康，那到最后你就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所以选择很重要选择对的地方，对的人，对的团队，
你就很快的就会成长起来、哦、那你选择到错的就是保留原位，不敢去所谓的踏出一步，尝试新东西啊。所谓人家就很说风险啊，这个风险、啊、什么是风险啊？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风险。风险就是你对一样东西你不了解，所以你就很怕它有危险，所以叫风险嘛。但是当你去了解过后啊，了解过后你已经懂得怎么样去运作，这个就已经不是风险了。比如说你开车啊，一开始你不会嘛，那叫你去自己开是不是很危险？所以这个风险很大，人家就说，那当你去学习去考到来生过后，那你采取全部安全措施的时候你再去开，那个风险就已经降低很多了、哦、那我们从事这个太赫兹事业呢有风险吗？其实是零风险。那今天你投资的就是一个全家人的健康啊，即使你说哎，我不喜欢去跟人家打交道，不喜欢讲话，不喜欢去分享，也没有关系。公司它设计的那个市场计划呢，是对消费者也有好的，都有钱进来的，有收入的哈。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因为它是以用啊回馈给消费者、回馈客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太赫兹水它已经有通血管、通经络、通肠道。啊，各个通啊，啊，那如果你需要保健品的话，需要营养的话，还是要补充啊。如果说啊，那文水不思文化呢，哇，它这边就有意识能量啊，会通啊，然后就物质能量体通这个身体的、啊、哈，然后就水财通啊，所以为什么可以？当你做好这几个哈、啊，身体健康，然后做善事，水不思。你的财自己就会吸引过来、哦、所以不用再去、去追啊。好，那这个财通，你看财富能量财通啊，是怎么做呢？以善为先，我们先舍对人好啊，多关心人啊，然后公司呢就会有奖励啊，奖励合伙人，奖励股权啊，那我们又经常去做公益。啊，所以在公益的时候，也就才自懂自己会来，而且不只是得到财富，还得到快乐和幸福哈、哦。先舍以公益哈、哦，那我们用水来做媒介，送水哈、哦、啊。那你看这个就是偷偷透露哈，这个体通就是身体健康方面的，怎么通？肠道通、血管通、经络通、排毒、营养。啊，所以你看到这边吗？糖肽复合肽，这个是一个 peptide 就是那个蛋白质的非常小的单位，小分子肽、哦、所以它是粉状的，可是你溶在太赫兹它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因为市场上现在也是有一些公司卖这个小分子肽，我已经有做了示范哦，溶在这个太赫兹它的确比较好喝。那还有一些石墨烯，你上网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佩戴的那些，他讲说会有能量啊，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哦、那目前呢还没有全面那个 launch 还没有 launch 啊，所以我们在期待这两个，那到时候呢就很完整的一个形态，就是有补充营养的啦，有补充能量的啦，有排毒的啦，排通的哈，全部都很齐全哈。好的，那我们就看下一个啊，怎么去共享经济？什么是共享经济？刚才有提到说有两种嘛，啊，一种就是经营者就是说，哇，你用得好，你很兴奋，你要跟人家分享。啊，那公司也不会亏待你，就会奖金拿咯。哦，那介绍多少个人？两个到四个人，你就已经是有已经拿回本钱了。因为我们做生意投资，首先就要先回本啊。哦，然后过后就是净赚了哈、哦。那消费者呢，也是有奖金拿哦，是属于一种回馈顾客的方式啊。就是说，今天你是这个人。你
就是用双轨的哈。现在这个模式是最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消费者也越来越聪明了啊，每个月要买的我已经不要参加了哈，啊，我只要买一次，然后我的奖金要每次拿啊。啊，这公司就推出了，你看你的一左一右满了碰你就拿多少啊，这边的奖金给出很多。现在目前呢，我看市场上没有一家公司比他给的这么多，就是400美金分啊，然后新币乘 1.6 马币乘 4.5、哦、还有台币这些人民币。那第二个第二层呢怎么来，这个人、哦、可能是这个人介绍的，或者是上面的人放下来的，都是算你的。然后右边的呢，右边的是你自己的线，就是说你介绍的第一个人他可能用得好，他又介绍人下来也是算你的。相对来讲你才介绍两个人，你看那这两个都不是你介绍，但是还是算你的、哦、那第二层他给到800美金分哦，所以你已经多少已经回本了啊，注册一个户口才需要1000的美金分，你这边已经1200分了，所以已经回本了。那接下来的呢，因为人家用的好还会继续延伸下去。第三层呢就400分，一直400 400 400无限贷哦，所以全部都是净赚的哦，你只需要买一次而已啊，不用说每个月要每天什么不需要哦，也没有什么 member fee 没有。那你的分数呢，如果今天你要休息你不做也没有关系，它不会被洗掉、哦、还是存在等你回来。那如果万一你的团队是发展呢，每个都开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会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奖金哦，另外一个奖金啊，就是多的就是96啊，每个每层的 L1 和 R1 就是叫成碰，就是400的，然后剩下的呢就是96啊，96啊。那如果你是爆单中心的就 15%， 爆单中心就是一次过要买6台，那也没有关系，今天你对产品还不是了解，你先用一台，过后你要 upgrade 也是可以，你 upgrade 的时候再加6台啊，6台是一个户口啊，一个户口，那你就可以帮人家爆单，报单的时候还有额外的奖金、哦啊、那些消费者的怎么拿到这个回馈，怎么拿到奖金呢，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他的右边肯定没有人，因为是要自己直推嘛，介绍他没有介绍人就没有了，但是他的左边呢是属于公共的，所以上面的人一直会放下来、啊、一直会放下来，所以每放一个他都会拿2.4块啊，十成哦，所以这个人他在介绍人他也是有2.4块哦，那这个人的介绍他也是有2.4块，所以十成哦，其实累积到来也肯定会回本啊，如果每一个都有开的话哦，也是肯定会回本，就是说你今天付的可能几个月后啊，因为你没有分享，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可能几个月后一年后可能会回来啦，这个你的所付的钱、哦、那如果有分享的呢就很快，好像美凤、哦、一个星期就已经赚回来了1600，然后现在第二台又赚到了，又买一台寄回给妈妈、哦、寄回给家人，所以这个市场计划这个经济模式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我们又回来这个水宜、哦、这个十大优势，就是因为水是一个必需品，每个人都需要喝，而且它价格也是非常合理，不会太贵，就是都负担得起，然后公司就是我们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的，我们也是会提供一些方法，就是给他分期付款哦。像新加坡我就用 Shopee 啦你就分期付款，然后赚钱也是蛮快的，它的经济那个市场计划、哦、很简单，就是一个产品很简单又很容易复制、哦、很容易讲不用说讲到长篇大论，你就给人家试就送水给人、哦、他试了他愿意买他才买、哦、没关系，那一次付钱用很多年，用几年5万次，
十多二十年哈、啊，啊，平均看你用几次啊，一个家庭可能用十次的话就14年，啊，那它不只是可以造白开水，你也可以造各种饮料，啊，啊，很奢侈的，你可以拿去泡脚啊，啊，你想想看，如果市场上的那些比较贵的水，你哪么怎么舍得拿去泡脚呢？要倍增很快，容易复制啊！一个人两个，两个介绍两个朋友，嗯，市场很新，而且是全球都一个会员制，也不用说一定要去公司，一定要去到那个国家落地啊，来生才可以做，不需要啊。今天我们已经有寄到美国，有寄到非洲，寄到纽西兰都可以寄哈。啊，没有问题。那公司很大爱，有些国家也是免费免运费哈、哦，好像寄去美国、中国、那个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都是，还有印尼都是免运费的，公司 absorb 吗？然后小彩一滴机很方便携带，那我们又可以做大量水不湿做，因为水很便宜，好、啊、就是家里的水哦，啊，那有些。啊，人就也不要太累坏自己扛这么多重的水去送到人家家哦。有时候也是要给对方付出一点，他才会珍惜。就叫他自己买水，或者如果他家已经有过滤器的，你就去他家造水给他，然后用两杯做一个示范给他喝，两杯有什么差别？因为他如果他只是喝喝喝，他没有感觉的哦，因为根本看不出的，除非你有一个对比。他才能感觉得到。那这个太赫兹科技呢，是一个很伟大的科技之一哦。现在你在 custom 全部都开始改换成太赫兹了，因为它对人体没有害哦。所以今天它不是个购买，它是一个投资，投资在健康事业，没有风险哦，没有风险。所以不管你有分享没有分享，你都有收入的哈、哦。你的户口要记得去。login 进去看看、哦啊、我已经有帮几个人、啊、他没有分享的也是有、啊、拿到一些奖金、哦、就是回馈的、哦、那水不湿文化送好水这个标语非常好，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啊、行善积德、啊、就是我们的水不湿文化宗旨。那我们新加坡呢也是做了，每个月份就定下一个目标，每个月份要去做慈善，送100桶的水。好、啊，1月、2月我们都去了清安村，还送红包哈、哦，还有送干哈、哦。那3月份我们就可能在啊、看其他的那个慈善机构。那现在呢，新年嘛，农历新年，公司也出了一个新春限量版，你看有一条鱼印在那个水啊，年年有鱼，如鱼得水啊，鱼跟水都是一起的，所以就非常好的兆头啊。才2021一个限量啊，2021台啊，全球啊啊售完为止。所以现在哦，新加坡我们都啊卖断货，要等新年过后才能拿到，所以要的人就要赶快先订哦，赶快先订。好的，那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也是公司的一个标语哈、啊。好的，那我就讲到这里哇，非常迟了。那线上的有谁要发问问题的 ？OK， 新年过后啊 ，DK， 新年过后才会到，因为现在已经停工了，中国那边的假期蛮长的，已经运了，运到关卡，如果没有错，我知道的，运到关卡已经，所以会新年过后才会收到。这个如鱼得水，哎 ，NG George， 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呢是后天星期二由我们中国总部那个商学院的王超老师来为我们讲解这个做嘛招商会。所以你，嗯、啊，这为什么我的名字在那边？哇，他在太。他是高人物嘞，啊，你后天来做主持啦，没问题吧？谁讲课啊？王超老师，王超老师。啊，主讲嘉宾啊，哇，我对他不熟嘞。
我们在、啊、没关系，我发那套资料给你就可以了。Offline 为什么是选我？我曝光率太大了，等下、啊、要低调。哦，没有，我们 offline 讲啊，就想 offline 讲。来，还有谁？你介绍一下，星期二跟我们说一下，同样 link，、okay. 同样 ID。OK。所以星期二啊、哦，星期二是由一个王超老师，他是中国总部的哈、哦，他就很熟悉刚才你们分享的这个太赫兹集团啊，也是从中国总部他们发出来的啊，所以公司已经在策略一些啊事情了，所以你们要多了解哈、哦，总公司他在策划的这个太赫兹集团是怎么样的啊，来大家就欢迎。来点入星期二晚上八点、哦、晚上八点同样的 Zoom ID 还有 Password、哦啊、来多了解多学习，这样你就会更有的信心、啊、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啊、公司很重要、哦、公司也是很重要，除了产品会说话，公司我们要认定说、啊、可以走得远、啊哦、对吗、哦、感恩、啊、好的，那还有吗？有兴趣要买这个新春版的限量版，要赶快订哦，赶快订。那因为很多时候啊，货一到啊就完了啊。好，谁呀 ？Ang， 请问一下，那新春限量版，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因为是用分期付款哦，他要到九号才可以弄哦。他还有那个新春限量版还有货吗？你是哪里的？你是？我是明都鲁的。明都鲁，你们分期付款是用信用卡吗？对。那没有关系的、啊、是银行对他。我的意思是说，公司那个限量版还有货吗？他还拿有限量版吗？才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有货。哦，还是有存货。你要跟你的你上线报名注册的时候要写限量版哦，他才知道。Angie， 哎 ，OK， 有关他这个问题，这是凤姐嘛，对不对？对。OK， 你的这个如果他到九号才刷卡的话，就等于是九号才下单吗？啊。如果九号下单，我们不敢肯定有没有啦，因为。限量版就是说它有限量嘛，所以如果还有货就有了，没有的话卖完就没有了。哦，这样哈、哦啊，所以我现在叫他下单，叫他尽快安排啦、啊。我有跟他讲了，他就是因为手续还没有弄好，所以他说要九号才可以弄啊。哦，这样希望到时有了。啊、因为他是瞒着他的女儿买的，因为他。喝了很好、啊、可是他的、啊、其实他我第一天送水给他，他就要马上下单的，可是他回去之后、啊、他的女儿反对、啊、可是他现在喝了全身反应都出来、啊、他是瞒着他的四个女儿都反对，他还是坚决要买，他说他一定要买，所以他是偷偷买、啊、不敢给他的四个女儿知道，所以才那个手续有一点拖延，是这样的原因。啊，这样我们不敢肯定了，如果还有就恭喜他，没有就一样了、啊、没有还是一样、哦、有那个水仪还是一样用嘛，对、哦、效果还是一样。谢谢、啊哎、okay, okay, 谢谢。啊，还有来，我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哈，关于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限量版也好，或者是就是之前的这个版本也好的话呢，因为呢九号我们还是九号之前都是有发货的，但是发货的话呢，因为我们十号十一号要过年了，所以这一个 cool service 的话呢会不会送到你的家的话呢就不敢肯定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跟你们的顾客说一下哈、啊、可能会延迟收到了、嗯、因为过年嘛、啊、对，所以一定要你们要跟那个顾客分享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起哈、哦、啊，不要说，因为现在是我们要过年了，所以那个 cool service 他们的货呢特别多，所以的话呢，可能在年前怕他们收不到，所以你们一定要跟他讲说年后会比较好一点啊。嗯，是的，安静。